顺足算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啊，大概就被台湾艺术界就注意到了。那个时间大概在90年代前期啊，那当然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他当时有一个女朋友叫简单，那简单就一直在报社工作，啊，那所以在推广他的作品上面或者他的艺术上面，其实也扮演了蛮重要的角色，就至少在他艺术界崛起的初期。台北市立美术馆从几年前就开始以10年为一个断代，然后纵向的去整理就是台湾艺术史的发展。然后呢，我们也觉得说，除了纵向的一个历史纵轴以外，我们也有必要就是深入每一个世代不同的创作者他的一个整个对于时代的一个影响，以及他的就是艺术的发展。所以呢，陈顺竹这位艺术家，他是在90年代串起的一个艺术家，那也是台湾以摄影为媒材，然后创作出装置匠艺会一个代表性艺术家。因此，台北市立美术馆觉得有责任，那也很荣幸能够回顾这位艺术家的就是一生重要的创作。3C的这个回廊呢，它其实对于这个整个展间算是一个走道型的一个空间。那上来时候，我们希望让呈现的是陈顺竹他在80年代，就是他从大学时期一直到服兵役之后的这一段无忧的时光，他所创作的一系列的摄影作品，影像浅像系列，那也包括了就是他在90年代开始就是沿路的旅行行脚的一些记录。那这个随想随拍呢，这经过了20年的时间，形成了条条路系列。那在这两个摄影的这个主要的题目之中呢，我们也安排了就是1998年的《风中的记忆》《田地》这样的一个作品。那因为我们是希望就是走过一个这样的摄影回廊，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说陈顺竹如何以摄影作为一个他艺术创作的一个起点，那也带领大家慢慢的进入他的艺术创作的世界。那中轴线呢，是以就是2011年的《石敢当》这样一个装置作品作为一个开展。那我们知道陈顺竹他是他的故乡在澎湖，他与澎湖的一个连结非常的深，就是他，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展间，我们特别以《石敢当》做一个玄关的起点。在石敢当呢，在澎湖人来说，他们是以当地的食材，然后把堆砌成一个就是比如像一个小小的小堆的一个这样的状态，然后利用这样的一个象征呢，就是为就是家家户户去镇煞止邪。然后因此在进入这个展间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澎湖的这样子一个地景风貌以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陈顺竹如何利用一个在地的一个媒材，然后转化成一个当代艺术的一个元素。然后在进入这个石敢当的展间之后，我们看到进入的中轴线呢，首先是1993年的水像这件作品。那水像这件作品呢，它是一个以家族肖像，就是陈顺竹的家人们他的家族肖像呢为创作的一组装置作品。他把这个摄影作品呢贴在这个木箱上面，然后仿佛这些人都从土地都从木头这边生长出来一样。但是呢，他又在这个照片的前方呢放了一个水箱，那所有的水都灌满直到那个鼻梁下方，那这个状态几乎就是一个快要溺毙的一个状态。那经过一个他的一个装置方式，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9组肖像摄影作品呢，在中间的最骨干的地方是父亲，那在最后面俯视着全家的，就是在最远最矮小的这个方形的箱子里头的是母亲，仿佛母亲是在最远的位置，但是环顾着整个家族。Thank you.
为什么他对记忆特别有感觉？好，那这个当然每个艺术家每个他自己个人在艺术上不同的追求。那如果要从自传上来讲的话，也许是不知是否因为他跟他父亲之间的这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因缘，父亲在他十七岁的时候意外的在他身边倒下，啊，那使他产生了很复杂的一种心理感受，啊，然后最后再回顾自己家庭照片的时候，好像努力的要去捕捉某一个年代的记忆，包括他自己跟父亲的关系，包括他年代的，也衍生出了他怎么去看待整个家族的发展，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家族黑盒子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像是一个生命记忆的一个集合体，啊，那当然他等于也就是把他自己的家族开放出来给所有的观众去欣赏。那这件作品的创作时间比较早，是在1992年。那这件作品呢，也是可以说是陈顺竹他创作这个以摄影为基底，以摄影为媒材，但是再加上美术的一个素材的一个延伸，然后加入就是古董家私二手家具的这样一个语汇，让这个一个家族老照片散发出不一样风采的一个复合式的装置作品。可是很奇妙的是，当他把它放在一口口的箱子里面的时候，它让我们有了不同的联想。它似乎这一口口的箱子似乎成了家里面的压箱宝，就是让我们回到了过去的时光。他最常用的一个另外一个手法就是把它仪式化，啊，所以我们在集会、家庭游行、花灿，啊，这些作品里面都可以看到，他一方面运用这个摄影手段，同时他又把他们仪式化，透过装置的手法，啊，变成了一个讨论死亡，啊，或者是为家人送葬，啊，然后让我们去思考生死的问题，啊，前面讲到这个记忆跟遗忘本来就是生跟死的一体两面，啊，那我们经常人生其实就在这里头往往来来回回，往往反反，啊，那所以这个仪式性在陈顺竹作品里面是重要的，几乎他所有的作品里面都刻意的让你感觉好像有一种神圣感，或者是一种庄严感。啊，那尤其他面对这种已经往生的人，啊，那好像刻意表达了一种他自己的这个悼亡的这个气氛，然后赋予他的仪式性的意义。他为了装点他自己的新家，啊，他非常仔细认真的，几乎是监督了整个自己新家的打造工程，啊，那目睹的所有的这些旧有的板材被拆解，啊，拆解之后装在这个手推车上面，
啊，他跟他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啊，也是一个摄影家，叫刘信佑啊，他们就一起合作啊，就以他家旧家啊，他这个二手屋的家的这个板材被拆解之后放到手推车的意象啊，他拍摄了一系列的作品，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展场里面所看到的家宅这个系列。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家宅连带的那个录影的影像啊，那个录像的作品，大家可以看到中间有一把这个水平尺，随着这个被拆解过的啊这个屋子在上下移动啊，就可以看出他对于这个水平是一个多么在乎啊。那这个也看出他把自己的这个新家当做一个作品来做了，几乎是啊。他在自己论述里面就谈到啊，这个记忆是甚至有时候是可以被虚构的啊，透过创作的手段把让记忆变成一个有问题的这个主题，然后从里面赋予它新的美学的内容。所以我们看到它照片里面其实不是按照线性发展的啊，它的线性是被打乱的，模糊的手段或者是朦胧的手段。也就是说，如果看到它很多作品的话，如果以这个展件上看到的很多的照片，事实上甚至是模糊的，它把那个我们关于记忆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或联想啊，产生的让它产生了一种距离的美学啊，所以这个距离美学也是我们去理解陈春如作品里头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整个展览呢，大概包括了就是陈春如200组件的作品。那因为他的对于秩序还有精准度的讲究，他的很多作品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组件，从数十件到数百件不等的作品组成。是老师其实在生病的时候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吃药其实只是一个安慰剂，但是呢，艺术创作才是治疗他的一个重要力量。就是2014年，他知道自己罹癌之后所创作的一系列名为《转身术》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运用一个死亡的一个题材，就是死亡的珊瑚礁，他赋予他一个新的创作意涵。这样的意象呢，作为展览主题，其实一方面也呼应了，就是在这个作品上面，就是如何他取用死亡这样的意象。像照片，它其实是一个死亡的一个切片。那我们拍摄这张照片的时间一旦过去了以后，然后呈现在照片上面的其实是另外一段时间的过去。陈顺竹的作品经常是环绕在这样一个情境下，而且它是一带一个比较有距离的、比较森冷、比较孤寂的方式去关照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他的慷慨上面，其实上也非常大量的用在他个人的创作上面啊，就他创作几乎是只要能够要求到好的品质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今天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个展览里面所看到的作品，很多的影像能够保持到那么好啊，那都可以说是因为他完全不计较成本，希望把他的作品做到最高的品质啊，所以他的慷慨跟他的大方也展现在他对于自己作品的付出上面啊，那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个人非常敬佩他的部分。从这个展览来看的话，大致也很清楚的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作品绝对不轻易出手啊，那既然做了，他一定就非常认真的，一定要做到非常非常的仔细啊，那仔细是他的一个很大的特色。那所以他的作品呢，会让你觉得说他会让你联想到自己，联想到人类的共同的关于死亡的一个思考那个情境，但是他却不让你泄泥，因为他这样有距离的，包括他用很干净的一个处理方式，包括增加边框或是其他一个语汇，让你觉得这个东西跟我其实是有点，就是在我记忆深处是有相关的，但是又好像跟我是有一点点的抽身的距离。